情绪要适当的发泄，当然不只是生气的情绪，也包括爱的情绪，一定要表达出来。嘉义有一位大学男生跟女朋友交往了4年了，结果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拿了3000张的照片哦，他们两个的合照，在宿舍一张一张拼出了有将近5公尺高的这个超大幅的女友墙，还把这个制作过程 po 上网，网友很有 feel 哦，拼命的点阅。计划了半年，实行了3个月，终于把这照片完成了，现在把这些照片往后贴在后面，先贴好报纸，再把一张张的照片贴上去，总共3000张组成照片墙，拼出女友的轮廓。做了半年，终于到最后一张，刚刚印最后一张也是这张，终于咬牙上去了。筹划半年，花了3个月，还动员众多好友来合力完成。女主角看到的瞬间，感动到语无伦次。嘉义南华大学传播系大四学生张嘉恩和就读高师大的女友交往了4年，小情侣分隔两地，不常见面，但感情依旧很好。张同学为了留下两人的甜蜜回忆，用大学4年来拍下的3000张合照，组成这片将近5公尺高的女友墙。贴成墙壁就会有点乱，那如果把它组成一个主体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清楚的。张同学把制作过程 po 上网，感动了不少网友。短短几天就有4000多人观看，对这样浪漫又贴心的惊喜都说赞。陈立轩、侯冠、陈文杰，嘉义报道。